每个时代都有卓越的伟人，他们对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做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，他们都是历史的弄潮儿，需要神来之笔记录下每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镜头。同样，每个伟人都背负着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，特定的时代总是凝聚着特定的精神，他期待着精妙之笔来定格住每一个闪光的历史瞬间。这种记录和定格，从来都是赵志田苦苦追寻的艺术之路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那时年仅9岁的赵志田已经喜欢上了画画，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他有机会系统地进行学习。15岁时，他的《雨后》就刊登在《中国儿童画选》上，这次成功给了他巨大的鼓励。他于195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1960年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师从于蒋兆和、叶浅于、李苦禅、刘林仓等先生。1965年毕业后，被北京画院吸收为专业画家，至今。在40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中，在深入生活的同时，不断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艺术精华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，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毛主席的这句诗词，正是赵志田对于新中国的感触。怀着对领袖的崇敬之情，他创作了这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的肖像。当时供他参考的照片上，毛主席戴着帽子，为了让老百姓看到主席清晰的形象，他在作画时把帽子去掉了，对背景也做了一些改动。为了衬托毛主席大风大浪的一生，画家笔下的大海怒涛拍岸，坚挺的礁石代替了平坦的沙滩，那种海阔天空的感觉着实令人心情激荡，感叹不已。我参考了这个那张照片，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，但是照片呢，它跟绘画就不一样。照片反正当时还怎么样就是什么样。这我参考了照片，不是说死抄那个照片，就把这个画呢，就是重新做了一个设计，就把那个帽子去掉了。然后为了衬托毛主席这一生吧，这个经过了很多这种大风大浪，是吧？所以后头呢，就把那个海水呢，画了一个有一种风浪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呢，画面就感觉更生动、更活。前面呢，我就画了一个礁石，让它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，然后把那背景处理的更有一种诗情画意，人看了心胸激荡那种海阔天空那种感觉。除此之外，表现宋庆龄的和平使者，表现邓小平的巍巍太行，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气质特征。赵志田并不仅仅执着于给伟人们画肖像，他更看重的，也是一以贯之的，是把握时代的脉搏，记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洪流，把画家引向了工人阶级的生活。
我们就是观察啊，看他们工人操作，一般的扶沙坝的就是他们一个班的班长，他们叫司钻，就是把这个钻杆的